绑架我们的灵魂。你是否也感觉到内心深处的伤口，走出城门的心门，我们一同扪心问，先为生活的快乐，人们热泪全城。天空晴朗，白云飘扬，地表震荡，海洋风浪，听着音律轨迹，继续声音逃跑的方向，喜乐齐扬，奋力成长，感动是伤，伤和星光，就是每人留下独一无二平凡却珍贵的梦。